人过中年，拼的不是财产，不是子女，而是这几种能力。知乎上有个提问引发不少讨论：人到中年是种怎样的体验？评论区里有人说，中年是一把辛酸泪，父母曾背着我们支撑家庭，如今轮到我们，必须义不容辞。心疼父母双鬓已斑白，期望孩子成人才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拍拍尘土，咬牙前行。 你不惜一切的忙碌，生活只剩下疲累和艰辛。也许会在一个偶尔的闲暇，一杯酒下肚之后，满腔的辛酸涌上心头，满眶的泪水奔涌而出。行至中年，生活似乎充满了悲凉与艰难，不能逃避，也无法逃避。那么，我们该怎么样熬过痛苦的人生分水岭呢？在这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，我们最该具备这几种能力：学习有价值的国学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 欢迎订阅《萧墨国学》，走出舒适区的魄力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有一句台词：“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。”刚入狱的时候，你痛恨周围的高墙，慢慢的，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，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。这就是舒适区，这个区会让人在惬意中安逸自得，意志与斗志被慢慢消耗。一旦风险来临，只能任其碾压，毫无还击之力。有个同事因为被裁员，患上抑郁症。 整日闭门不出，去探望时，他一个大男人竟哭成泪人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不禁想起曾经与他的对话：第一年年公司年会时，问他你明年有什么计划？他答：能有什么计划，继续工作呗，最好年底多发点奖金。第二年公司安排评职称，对他说：凭你的资历可以报名。他答：算了吧。 我现在每月有固定工资，过着小资生活，挺好的，何必劳神费力？第三年年，公司组织人员考职业资格证，问他以你的条件是否拼搏一次？他答：嗯，其实我挺享受现在的生活，舒服自在，不想其他了。到了第四年，因为行业不景气，公司业务锐减，迫不得已裁员，年近四十，别无所长的他，毫无悬念的失业了。 看过一句话，人生就像长跑，有踏上起点的勇气，才有机会看到终点的红线。别沉溺于舒适区里得过且过，因为能给你遮风挡雨的，同样也能让你不见天日。突破惰性思维，去尝试，去淬炼，不给自己画圈，生活就不会受到桎梏。想吃天鹅肉的蛤蟆，上了供桌；坐井观天的青蛙，涮了火锅。学会做好这四点，勇敢走出去。一，常反思，做到吾日三省吾身。 在反思中未雨绸缪；二，明确自己的方向和克服的困难，剖析舒适圈之外恐惧的深层次原因，逐一突破；三，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一步一步来，循序渐进，慢即是快；四，每天尝试一些舒适圈以外的新事情，不断尝试的经历就是走出舒适圈的过程。华丽跌倒胜过无谓的徘徊，往前走一步会比站在原地更接近成功。进入学习区的毅力。 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人生一晃已经年，中年浓浓正斑斓。这个时期，若不学习更新，路将会越走越窄。保持学习，路才会在脚下变成坦途。电视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至《从头再来》里，中年下岗的薛荣，连续创业九次都失败了，亲朋好友都离他而去，但是他自己并没放弃，持续精进自己。薛荣本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经理，企业改革裁员。 他不忍姐妹们失业，自己便主动辞职。从来没做过生意的他，学着养狗、养鱼、卖家电。虽然没挣到钱，却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经验。而后，他开了一家保洁公司。为了能承包电视台的保洁工作，他对电视台的环境进行摸底，悉数掌握了大楼面积、房间数、卫生死角等。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，撰写了电视台保洁外包项目计划书。 对电视台大楼各个地方的保洁工作做了详细说明，还特别研制了保洁工具，比如专业清洁百叶窗的夹子、专门清洁门把手的手套、专门清洁夹层的刷子等。电视台的苏科长听完他如此专业的介绍，一改之前的冷漠，将电视台保洁外包单子给了他。所以。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，所有积累与经验终会为你撑起一片天，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。中年学习既是弥补年少的遗憾，更是对中年时期最好的沉淀。即使不能立即改变眼前的生活，至少可以在过程中窥到很多人生智慧，让心境得到提升。学习专业知识，学习人际交往。 能让工作更顺心，学瑜伽、学健身会让身体强健；学弹琴、学插花可以陶冶情操。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日积月累，好处看得见。摆脱恐慌区的内力，走过半生。当青春和激情渐渐远去，挥不去的除了逐渐增多的皱纹，还有肩上沉甸甸的责任；甩不掉的除了日益变大的肚腩，还有生活赋予的沉重包袱。 此时最好的状态，该是无论高山低谷，亦或是跌宕起伏，都能不失方寸，稳中求进。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九二八年，纽约股市崩盘，美国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忧心忡忡的回到家里，惶恐不安的对妻子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，我被法院宣告破产了，家里所有的财产明天就要被法院查封了。”妻子闻言，柔声说道：“你的身体也被查封了吗？” 你的妻子也被查封了吗？还有你的孩子们呢？他不解的答道，并没有啊。妻子说，既然如此，你烦恼什么呢？你还有一个支持你的妻子，一群有希望的孩子，而且你有丰富的经验，还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灵活的头脑。至于丢掉的财富，以后都可以再赚回来，何必恐慌？听了妻子的话，他渐渐平复了焦虑不安的情绪。结果，三年后，他的公司再次发展壮大。 还被《台北财富》杂志评为五大企业之一。人生不会都是岁月静好，生活总会有惊涛骇浪。正因生活有裂缝，阳光才有机会照进来。而人经历了坎坷，亦会变得坚强起来。遇事不要慌，有直面的勇气，去做最坏的打算，再往最好处努力，便没有跨不过的坎，也没有挺不过的难。诚如大学中所言：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。 虑而后能得，无论世事怎么变，稳住自己的心最关键。学习有价值的国学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欢迎订阅消磨国学，能够扛住一切的能力。人到中年，要告诉自己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要扛住。也许我们每到一个年龄阶段，心态上、心理上都会有一定的变化，但是不管怎么变，我们对未来抱有美好期待的那一颗心，应该始终不变。哪怕生活当中的问题不断的重叠。 来回似乎如同水流一般生生不息，但是我们也要努力活成一艘船，借助深水的力量，驶向大海，去看到人生更为曼妙的地方，看那些未曾看到的美好风景。诗人歌德说过：“人到中年还试图实现青年时代的希望和心愿，那一定是在欺骗自己。”人一生中的每一个十年都有他自己的幸运、希望和渴求。如果说青年时期是热血飞扬的，是慷慨激昂的，总是一副要改变世界的样子。 那么，再过十年，到了中年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曾经那一股指点江山的精气神虽然慢慢褪去，但是潜藏在骨子里的稳重、大气、沉稳和格局，却也能够让中年的我们过得更有底气、从容和洒脱。因为在这十年的成长岁月里，逆境磨练了心境，而心境又滋生了生活智慧。这些智慧和哲理，足以让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一边失落、失望，一边自愈、自立。 西塞罗曾说：“人生的跑道是固定的，大自然只给人一条路线，而这条路线也只能够跑一次。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各自分配了适当的特质，童年的软弱，青春期的鲁莽，中年的严肃，老人的阅历，都各结出自然的果实，需在他当令的时候予以储存。每个阶段都有值得人们享受爱好的事物。人到中年是要做到足够的严肃了。” 正经的对待自己的事业，负责的对待自己的家庭，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人生。要知道，你生活的样子取决于你的心态。接受当下的一切，然后扛住当下的一切。人到中年，要做到不卑不亢，不急不躁，不声不响。遇到难题，扛住难题；遇到心事，自我疗愈。沉稳的能力。古人云：“欲速则不达。”人到中年，历经了世事浮沉，逐渐变得沉稳。 遇事能够稳得住，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能力。人生这一条路，切记寻找捷径。历史用经验告诉我们，越是急于求成，往往越不会成功。万事万物都有规律，世人能做的只是发现规律、利用规律、顺从规律。厉害的人都是按照规律去办事的人，普通人却会觉得他很神。其实，那人只不过是放下妄想、放下执念，一切实事求是，遵从规律罢了。 普通人放不下妄想，总是会违背规律。正如拔苗助长，越是求快，反而越是会违背自己的初衷。所谓公道自然成，一旦选定了路，就要让自己的心逐渐沉稳，然后默默耕耘，不急躁，不贪快。等到时机成熟，相信付出定会有所回报。若是总是焦虑付出无所回报，甚至企图走捷径，那么就很可能会永久原地踏步，难以到达目标。 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心无杂念，即便是水深火热，也能转危为安。有时候踏实稳得住，比小聪明更有力量，会使一个人走得更快。情绪来了，不被情绪所左右。选定了目标，不急不缓，不因急躁而违背规律。天时不到，不妄为，静候天时，默默蓄力。如此，便一定会迎来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那一天。